我哈后来为了要节省啊，因为我以前买衣服买太多了，甚至于穿不完都还送人家，那几年下来新的 logo 吊牌的都还在那里呀、啊。可是我为什么会变那么节省？因为我觉得说以前的浪费哈，把我的福报用太多掉了，而且哈，我想说我如果要去帮助别人呢，我要从。我看到我柜子那么多衣服，我可以不要买了、啊，通通不要买了，可以节省下来呀、啊。然后我就，如果我真的有需要买的，我就到洗服屋环保站去看，去买。那再来呢，我因为我今天没有带的，我很多衣服我就用补的，在家里穿的，补了好多好多，他的也是一样，我都破了就补，